为什么你要承认你是杀纳兰康的凶手？你知道吗？我刚刚为你死而复生而感到高兴，可是刚刚没过几天，你又让我伤心。你真的想让我有得而复失的痛苦是吗？ 对不起，我不想听这句话。我知道，可是除了这三个字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我知道你为我伤心流泪，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情。可是当时碍于情势，我是为了你的安全，才隐瞒了真相。 可是这一次，你为什么不能把事实说出来呢？好吧，我相信你。你真的是这样想？总之只有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让你好好证明，证明我对你的信任是正确的。 小丫头怎么样了？哎，整天闹别扭，不吃不喝的，少了她几个耳光，她昏过去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放心好了。锦锦，锦锦，锦锦，你醒醒啊！锦锦，锦锦，是哥哥我。锦锦，锦锦，醒醒啊！锦锦，锦锦，哥。 不是真的，可是来救你的，锦锦。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哥。不好，可然受苦了。锦锦，这不安全，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。啊！走。走。就凭你这点功夫，也敢到我府上来救人？哥，你别管我，你先走吧。不，走吧。 可绝不会留下你的。可是他……我让你单手，十招之内你能讨着便宜，就把你妹妹带走。好，你别后悔。哼哼，哥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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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鬼脚七，吃早饭了。鬼脚七，哎呀，天喜，啊，少爷，天喜，哎，鬼脚七他一早就出去了。啊不，七爷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。啊，没回来？去哪儿了这家伙？哎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莫生气。常客念禅坐，口念阿弥陀。
眼勿忘观鼻，鼻勿忘观心，心然后能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思，思而后能得。任凭雷震天，地动与山摇，我还是自我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查到什么？我一直在监视罗变臣，他没什么举动。哪能听哪里也没有声音。你呢？码头也很平静。看来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了。明日午时我爹就要被问斩了，我们不能坐着等死了，要引蛇出洞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小心点，不要偷懒，多去找几个人站岗，要出了什么差错，我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，都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走走走，去做事，做事做事，到那边，走走走，看看，哎，这边看仔细点，哎，看仔细点啊，来来来，怎么样？没什么情况吧？没什么情况，那边去看看。多货物，哪些是国宝啊？是啊是啊，我有办法，等一下就知道。走走走，走走走走，快走走。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，走，走走走走，好，飞鸿，你这招引蛇出洞真是妙啊！看来失去的国宝，一定藏在这批五加皮之中。对，嗯，哎，只可惜当时没有通知我爹，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把货给运走了。别着急，捉贼先捉王，那两天肯定会跟罗边臣交易的，到时候我们一网打尽，相信偷国宝一案一定会破的。嗯，对，而且一定会让我爹沉冤得雪的。哎，那我们就日夜盯着纳兰天的行动。嗯，纳兰天并非等闲之辈，我只是怕打草惊蛇，坏了大事。哎，我们小心点不就可以了吗？哎，另外有个办法，就是要查到国宝藏在什么地方，这件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但这谈何容易啊！我想起来了，纳兰天在莲花山上有一栋别墅。是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忘了我原来是史密夫的得力助手啊！别打岔，继续说下去。这栋别墅虽然荒废已久，但在山坳的附近有个大山洞，那儿人迹罕至啊。假如我没猜错的话，国宝多半藏在那儿。哇，那就太好了！哎，天一亮我就和亚擦苏去查个明白。好，但你们两个要尽快回来，给我报告消息。嗯，因为明天午时就是我爹被问斩的时候了。大家放心吧，为了我爹的安全，我决定做两手准备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们俩赶不回来的话，
们大伙就去解法场。解法场，解法场。行了，啊！快点，别耽误时间了，文师傅要救不到了。走，快！快走，快走！已被押赴刑场，咱们快走。好的。王师傅，老爷，老爷，王师傅，王师傅，走，你是冤枉的，老爷。王师傅，不要，老爷，十三姨，师傅，十三姨，师傅，师傅，不要，老爷傅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好，快。十三姨，干什么？十三姨，十三姨，十三姨，锦衣。齐王会等你的，放心吧，邪是不会胜正的，你相信我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等你的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等你的。好了，走吧。王师傅，王师傅，十三姨，十三姨。押到刑场了，啊！对了，老爷，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他们啊？不用了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罗变成要坐火车走，我们绝对不能耽误。那批货怎么样了？老爷，我们办事，您就放心吧。好，北城，我要赶去火车站。是。哥，看来他们有不法举动，应该是跟偷运国宝的事有关。那你赶紧去报案吧。但是留下你一个人，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好吧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嗯。这么好，王师傅。
来者何人？禀告大人，来者是黄七英之子黄飞鸿，他是给他爹来送行的，请大人让他们进来。好，让他们进来。和亚扎苏他们还没有到，怎么办、啊？不管他们，我们起身。斩！是。哎，糟了，好像我们来迟了。别怕，我们赶快按照原定计划行动。哎，好！还差！爹，走啊！赶快走啊！爹，来人，马上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。飞鸿，爹不能走，爹要一走的话，现在就成了畏罪潜逃了，这是国法所不容的，爹绝对不会这样做。爹，你没有罪，为什么要留下来等死呢？爹，公道自在人心。爹，你不走，我也留下来陪你死。飞鸿，爹。飞鸿，快走啊！快走啊！快走啊！黄七英，你为什么不走？我爹光明磊落，并非杀纳兰康的真凶。大人，在下是冤枉的，请大人明察。大人，黄师傅确实有莫大的苦衷，恕卑职容后再禀，卑职愿意向上人头，担保黄师傅是无罪的。小人可以证明黄师傅是清白的，杀人真凶是纳兰天，他跟罗便城正在火车站进行一次交易，正准备把国宝运走。国宝？大人，卑职愿意带手下几个弟兄前往火车站捉拿真凶。好，将黄七英收押候审。两位，你带些人手去火车站捉拿疑犯纳兰天。是，谢大人。谢大人。爹，
我一定会把纳兰天抓到手的。飞鸿，去吧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嗯。快点快点快点，跟着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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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上罗变成先生。快点，听着听着听着，跟上。现在正好十二点，相信我们的眼中钉已经除掉了，剩下来的已经不足为患。艾伦，罗变成先生，这次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。是啊，纳兰先生办事情果然细心。我可不想失去罗变成先生这样的生意伙伴。当然当然啊。快起来。那哟，梁大人，你怎么有空到这儿来？纳兰天，我听说你在这里偷运国宝，啊？送，到，这边这边，到，到，来来来，来起来起来，这边，到，上，边臣，你是逃不了的。你应该知道我是外国人，我就是犯了法也不会被定罪的。外国人怎么了？外国人犯了法同样有罪。请你放一条生路给我，这个全部给你。拳头快，你不要逼我，你不要逼我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不许动。这下黄师傅有救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道具！
停了！哎呀，老天不骗我梁家呀！耶！哦，儿子！少林武功你也懂，少林龙爪手的拳谱就在我的手中。原来纳兰康上少林偷秘籍是你指使去的。臭小子们，你们现在迟到太迟了。勿忘卧如松，进等如疾风，稳坐如金钟，站立如古松，非攻即为守，强守不为攻，刚柔两相见，虚实化无穷。飞鸿，就剩下一个了，受死吧！评判：黄西英、两位黄飞鸿、梁宽、林世荣、牙擦苏、鬼脚七，凭着你们几个人聪明机智，让被盗国宝失而复得，有功于朝廷，本官一定如实上报，再行犒赏。至于黄西英杀害纳兰康一事，本官根据证人鬼脚七和晶晶所做的证词，以及综合种种证据，现已查明黄西英无罪，当庭释放。谢大人，谢大人，哎呀，黄师傅，这次你至死地而后生，可真是不容易呀！这也全仗梁大人的帮忙。客气客气，这次多亏你把纳兰天解决掉，你这次偏向虎山行，明知山有虎的举动，真是令人佩服佩服呀！来，梁大人请。哎，黄师傅，来，以茶代酒。十三姨，黄师傅这次平安回来，你该去敬他一杯才对啊。嘿，给他庆贺迟一点来得及，给你们俩庆贺才是真的。你们俩不是有话对大家说吗？我们说什么呀？快说吧。还是你说吧。我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下个月十五呢，我就要和艳红结婚了。哎呦，真的？你可真是铁杵磨成针呐！啊。
可喜可贺。哎呦，恭喜恭喜，你就不要取笑我了。好妹妹啊，我现在已经有归宿了，你和黄师傅也该有个结果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和黄师傅到底怎么说呀？黄师傅，哎，吃这个啊。啊，不。哎，我有一个提议，干脆我们来个双喜临门，一块完婚，也可以热闹热闹啊。怎么样？啊、好啊，好啊。对呀、啊。爹，我看是个好提议。哎，小孩子不要插嘴大人的事情。小二啊，啊，小二拿酒来。哎，来了啊，哎，这么快啊啊，上菜上菜啊。十三姨每天都在帮你打扫房间。爹，你有心事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别人都知道，何况我是你的儿子呢。爹，你为什么要拒绝燕红姨的提议呢？你知道十三姨喜欢你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有顾虑。顾虑？什么顾虑？飞鸿啊，你现在还小，根本就不明白感情的事情。可能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拒绝十三姨的情谊呢？不要再说了，爹现在已经够心烦的了。爹，你心烦证明你还在乎他，在乎他是不是伤心？不要说了。爹，你这么对十三姨太不公平了。你错了，我正是想要对他公平一点。或许你不同意我的决定，但是我相信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自从你娘离开以后，别人的喜怒哀乐仿佛都与我无关，仿佛我的心已经枯萎，心如止水，再也容不下其他人了。嗯，是十三姨给我做的被子。啊，十三姨，十三姨，啊！爹，十三姨不见了，她会不会听到我们刚才讲的那番话呢？啊！十三姨不会想不开吧？飞鸿，分头找啊！鬼小七，看到十三姨了没？十三姨。他没来过啊。是啊，十三姨他会去哪儿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说来话长。哎，跟我去找他。好。燕红姑娘，十三姨在不在？师傅，她不在这儿啊。你骗我，她一定在这里。哎，你们是不是闹别扭了？奇怪，十三姨怎么会不辞而别？前几天还是好端端的。哎，飞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我怎么知道？黄师傅，你和他是最亲近的，你总知道吧？哦，你们已经忙了一整天了，也该休息了。我也很疲劳，恕不奉陪。哎，黄师傅。Thank you.
阿贤，对不起，我一直以为自从你离开我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已经变成心如止水、麻木无人了。对任何人我都不会去紧张，但是这几天我才发现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。我竟然为了一个人的不辞而别而感到失落。我几乎走遍了整个广州城的大街小巷，也探不到他的消息，我夜不能眠。看来他比我自己都重要。或许我已经改变了，但这种改变是完全超出我的意料之外的。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，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。十三姨她走了，她是怀着一个愤恨的心离开的。我突然感到无限的失落，这感觉就好像当天你猝然离我而去是一样的。其实只要当时我坦诚一点，事情应该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。阿贤，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大傻瓜呢？你何止是傻瓜，你简直是笨瓜、西瓜、冬瓜、南瓜、丝瓜、葫芦瓜。十三姨，真的是你啊！原来你没有离开啊。我为什么要离开啊？我离开了，这口怨气怎么出啊？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什么？你是来偷听的。你才是来偷听的呢，我是来跟贤姐说是道非的，要不然怎么可以把你的心声都说出来呢？净胡扯。我没有胡扯，他要是不理你，你怎么会把心里话说出来？你这个十三姨啊，枉费我对你寝食难安的，你居然还拿我寻开心。你这么紧张我啊？假的。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？你知道吗，你这个人呐，有个毛病，在你说谎的时候啊，你的眼睛就会眨呀眨呀眨的。真的吗？假的。飞鸿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是宝芝林的馆主了，也就是宝芝林的当家的。啊，爹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怎么可以承担如此的重任呢？你虽然年纪还小，可是经过这一年多的磨练，你的意志已经很坚强了，武功也大有进进，宝芝林以后就要托给你了。啊，嗯，哎，恭喜！哎，爹，你呢？我，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带着我的新娘子去环游世界旅游结婚呢。这，爹，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去风流快活，让我来看这个摊子吗？胡说话！小鬼头你！不行！哎，你们说行不行？恭喜！这胆子是不是越来越大了啊？竟然拿爹来寻开心！哎，爹，这不行啊！好了，这样吧，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礼物要送给你。礼物？阿苏世荣，抬桌子。阿宽，鬼脚七，笔墨伺候。好。飞鸿，爹，你日后要谨记这个忍字，处事要谨慎小心，不要惹是生非。可千万不要败坏了我宝芝林的威名啊。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有四个好徒弟，一定不会败坏了宝芝林的名声。好，你说谁是你？把话说清楚。谁是你的好徒弟啊？对，你把话说说清楚啊，谁是你的好徒弟？我们是你的好兄弟，可不是你什么好徒弟啊。对啊，我的武功比你们好，悟性又比你们高。严格说来，你们的命是我捡回来的。难道你们不应该感恩图报吗？
哎，想要我们四个当你的徒弟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这样太没义气了吧？对呀，都是好朋友嘛。既然缘分将我们拉到了一块儿，应该好好珍惜这份兄弟之情。那就这样吧。假如有一天我们不结辫子的话，我们就拜你为师。啊，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来了，你家老婆来了，人人人，快吃吃吧。哎，别动，坐坐。干嘛？啊，豆腐花呢？好吃，哎，对身体也好，营养也不错。哎，大家都来尝尝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喂，别走啊！别走！别走！别走啊！哎，快来吃豆腐花！别走！